我们这个身体形象是假的，不是定相。你要执着这个相是一定的，这个相就是我，你就永远不能脱离轮回。而且你这个执着决定不能够如你的愿望。死了之后，如果到畜生道，那你现在是畜生身，跟这个身体不一样了。堕恶鬼道，你是恶鬼身，跟现在这个身体也不一样啊。纵然投生到人道，也不会跟现在这个模样一样，也是改头换面了，这是事实。所以决定不能够执着，要把分别执着舍掉。佛法里面常讲啊，我们这个人生四大五蕴合合现前的这一个相，所以这个身呢没有自体，是众缘合合。那么四大里面，色大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物质，物质是色。除了这个物质之外，我们还有一部分的精神，精神我们讲的心理，物质这是生理，心理呢则有受想行识，这四个都是属于心理。这个识是心之本体，受想行呢都是心理作用，这些东西啊也都是因缘所生。即使因缘所生呢，真的是当体即空，了不可得。身相心相都了不可得，哪来的我呢？所以这个我的执着啊，实在讲是误会，起源于误会。这个误会也越来越深，深到不能自拔，这个苦啊就吃大了。这个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呢？就是我执而来。如果我空了，这个我看空了，看破了，再不执着了，放下了，六道轮回就没有了。实在讲呢，无我对我们学佛的人来讲呢，非常重要，这是一个事实真相。到底有没有我？我是什么意思？在佛法里面讲，我这个字的定义必须要具备常一之体。这个常呢是永恒，一则是不二，这是我之本体。我的作用呢有主宰自在的德用。如果从这个定义上来看呢，我们这个身不是我。为什么呢？身是无常的，不但是每一年不一样啊，它有变化，实在说每一天都不一样，刹那刹那都在变化。凡夫之人把这个身体执着以为这是我，这是错误里面的第一个，可以说是根本的错误。错在哪里呢？错在你把这个身体你以为是我。那如果要跟你说身体不是我，你就慌了，你就恐慌了。身体不是我，那这是什么呢？这问题严重了。这个身体不是我，是我所有的，就像这件衣服，衣服不是我，这个衣服是我所有的。身体不是我，跟衣服一样，是我所有的。那我在哪里呢？我没有离开这个身体，没有离开体。换一句话说，衣服我穿在身上，我没有离开衣服啊。衣服跟我是永远合在一起的，你得要认清楚啊，不能把衣服当作我，把自己的我都忘掉了。九法界的众生呢，就犯这个毛病，真的穿一身衣服，把衣服当作我，
真的我呢，忘得干干净净。真我到底是什么呢？真我，世尊在《大乘经》里头常讲啊，六根的根性是真我啊，六根的根性就是真如本性，就是佛性，就是真心，就是第一义谛。佛说的名词有几十个之多，都是说这一桩事情，这是真果，它不生不灭。我们这个身体有生灭，我们六根的根性不随着身体生灭。身体是原生的，原有生有灭。我们的性真性呢，决定不跟这些原生它就生，原灭它就灭，没这回事情。它是永恒的，不生不灭。它是常依之体，它能做主宰啊，它得大自在啊，具足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。可惜我们没有办法证得。为什么不能证得呢？世尊在华严经上讲得很好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这释迦牟尼佛很慈悲呀，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了。那么我们要是离开妄想执着，真的我就现前，你就把自己本来面目找到。这个时候大乘法里面就称你做化身菩萨，或者呢就称你做如来，称你做佛。金刚经上说无我相，就是破我执，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。那什么是我呢？大乘教里头说啊，整个宇宙是我。这个不好懂，我们可以做个比喻，从比喻当中啊，你细心去体会。我们把整个宇宙比作我们这个身，把我们这个身呢比作是一个细胞，你坚固执着这个细胞生活，其他的都不是我了，这错了。所以你要想象六祖那句话了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了，自信是真我啊，能生万法，万法就是我啊，不能在万法里头执着一法认为是我，其他都不是我，这错了。佛教我们呢要破我见，道理就在此地，知道整个宇宙是我自信变现出来的，这个身也是自信变现出来的，我说整个宇宙都是我，这个身也是我，那就没错了。明了事实真相了，这个身体为我所用的时间不长啊，也不过几十年而已啊。我现在明白了，好好的利用它，积功累德了，多做好事啊。带得走的我要做，带不走的决定不干。名闻利养带不走啊，你的地位带不走啊，你的财富带不走啊，这全是假的。能带得走的是什么呢？是你的业，你的善业帮助你生善善道，你的恶业帮助你堕三途。那么我们今天明白了，我要利用这个身体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，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，你就真的会有了。你把这桩事情看清楚看明白了，好好利用这个假身体，借假修真，极乐世界是真的，阿弥陀佛是真的。